准备第一次来美国吃鼎泰丰，很多外国人在做小笼包，好可爱。我们去定位，他说45分钟到一个小时，今天是超级平日。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诀窍，吧台的位置可以快很多，然后你一定要有证件，所以你一定要21岁才可以坐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是要自己看的，刚才已经错过一个位置，直接被人家抢走。如果要说你赶快走，要吃的话是要自己先出来坐。5分钟我们就拿到位置了。如果你是想要来吃东西，不一定要 table 的话，超推荐大家，一排吧台的位置超级快。担担面350块，牛肉面550块，还没有加28五服务费。我点了一个台湾好像没看过的牛小排汤，哦，真的是牛小排，喝一口看看。一开始我喝下去，你会觉得是在喝鸡汤。第二个尾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不是，是炖牛肉的那个炖牛肉汤的味道。看这个小菜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不一样，粉丝好多，然后没有豆干。不是他的问题，他名字一样，但里面东西根本不一样。鼎泰丰应该不用小费吧？我在吃台湾料理。